这里是山职之声校园广播站，现在播报重要通知。今天我们接到山东服装职业学院青春为祖国歌唱的拉歌挑战。作为山东唯一具有铁路行业背景的高职院校，山东职业学院，我们接受挑战。总想牵着你的手，走过风雨无怨尤，怀揣希望向前走。梦想有几多，美丽人生有几何，梦远山之去，实现你我。生命总有起和落，生活有苦亦有乐，风吹云散写彩虹。不要再沉默，拥抱梦想精彩，你我茫茫人海中要超越自我。我是一名从事铁路职业教育30年的普通人民教师，始终牢记教师的责任和使命，为培养更多高铁工匠不断努力着。五星红旗，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。那是从旭上采下的红，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。披上天下最美的脸，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。你明亮的眼睛牵引着我，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。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
今天我们接到各位嘉宾。